美丽触手可及，万款正品超值低价，买化妆品就上乐蜂网，网购正品化妆品，为女性美丽护航。其实珊珊的肌肤来讲的话，我们一看呢，就会觉得，你看上部分比较白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明显。那下面呢，会比较这个角嘴角这个地方呢，还下巴呢，好像有胡子哎。对。而且在两颊上有好多斑点。对。然后还有呢，有没有看到鼻窝的地方也是比较泛红？嗯。然后还有呢，你看它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斑点。不要再说。天老师，你帮他解决吧。对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要弄两个法宝。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釉白精华水，那釉白精华水用完之后呢，我要用我们的釉白的面霜，然后再加上特殊的一个按摩手法。按摩手法呢，我已经把它分成这样子，你看很容易哦。上面呢是左边的，下面是右边的。那我先涂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用的时候呢，记得是清洁完才能做这个美白精华水啊。那这个美白精华水呢，跟普通的精华水有点不一样是什么？哎，我们有没有注意看一下？我用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它的浓稠度非常非常浓稠？那它比普通的化妆水的那个精华含量呢会比较丰富。这里面有淡淡的本草味道，然后有非常珍贵的中草药成分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当然就是轻轻的这样子。它有一股草本的味道。它的质地有一点黏黏的，对，那黏黏的呢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，是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精华的一个丰富度在这里面。看里面还有什么成分呢？好，这个里面呢，红景天，这个里面呢就有红景天。红景天是什么？对，红景天，你不知道红景天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红景天是一个西藏，就是一个西藏的宝物，好像可以喝，对不对？它是一种植物，可以泡水喝。对，它可以泡水喝，而且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。因为我曾经去过西藏，然后我就知道，因为在去西藏之前，然后就会给你准备一些红景天的胶囊，或者是红景天的口服液。你喝了以后呢，会对你身体就是抗氧化，或者是说就是因为高山会缺氧，然后这样就会改善。对，有一些人如果是有高原反应的话，其实当地的人会可以给你吃一些红景天，对，来帮助你增加那个身体的抵抗力。好。红景天生长在5000米的雪域高原之上，为了适应严寒、低氧、缺水及强紫外线侵害而形成了强大的抗氧能力，被视为雪域之宝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，经过这样的轻轻的拍打，为什么要拍打呢？拍打之后呢，就要经过我们这样子拍打之后，让我们角质层呢比较软化。那比较软化之外呢，要帮助我们这些的营养成分呢，完全可以吃进到我们的真成肌里面去了。所以弄这样子来做，第一个是这样子。那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弄这个。真的是黏黏的。对，黏黏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因为现在在换季的时候，那换季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各位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呢去换一下这个保养的产品。那比如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，是釉白面霜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啊。梅林老师，其实你今天最关键的是教给我们一个按摩操，但是因为其实在做按摩之前，我们是不可以在没有涂任何保养品的脸上直接去按的。对对，所以你会建议大家就在之前用这样的红景天面霜。所以我第一个是要精华水完了之后呢，这是釉白的面霜。那这个釉白面霜呢，它里面也是红景天的成分做的。那最重要呢，在换季的时候，比如现在秋天到的时候，选择这个面霜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选择这种，比如像红景天，它抗氧化成分非常强的，对，像这种的釉白面霜会比较好。在夏秋换季时，皮肤更容易受到氧化侵袭，使肌肤失去白皙光亮，导致肌肤暗淡、黑色素产生，所以在换季时选择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是至关重要的呢。